全美最火新闻尽在中文热点。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二零二四年的八月二十八号，星期三，欢迎来到中文热点节目的直播间，我是主播思思。先来看一下今天都有哪些主要内容。贺锦丽对川普谁会赢？更多美国人这么看。大法官称做好由最高法院裁决大选结果准备。川普饭圈化愈演愈烈，买数字卡送西装碎片。王毅会晤沙利文，白宫称计划领导人级别通话。 二十多年来最大规模以色列空袭，推进全面战争。美国中文电视 A P P 九月起全面升级改版，您可以轻松实现手机看资讯、刷视频、观直播，还有数百部经典电视剧等着您。欢迎在苹果应用商店、谷歌应用商店下载美国中文电视 A P P，看节目同时别忘了给视频点个赞。接下来就走进今天的中文热点。 裕威深航美国花旗参中港美专卖店专业服务，布鲁伦分店六零零七八大道新章购买五十元起，赠送精美礼品任选一份。资深地产专家陈静，经销上万套曼哈顿豪宅，纽约安家，请店陈静九一七六九九九六二九。意外伤害，我们来帮你。保罗爱丽丝律师楼七一八七八五八零八零。 七八七八五，帮你帮你。好，先来关注今天的热点头条。现在距离大选只有六十九天了，一项新的民意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副总统贺锦丽比前总统川普更有可能在十一月入主白宫。 根据周二公布的雅虎新闻 y o g o f 民意调查，百分之三十九的美国人认为贺锦丽最有可能赢得大选，大约百分之三十六的人表示川普在大选当中最有可能获胜。贺锦丽在拜登总统上一个月宣布退选并支持他之后，一跃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头号人选，这给民主党带来了巨大的热情和活力。人们认为他比拜登更有能力赢得今年的选举。 不过，新调查当中有百分之二十五的人表示，他们不确定贺锦丽还是川普会在即将到来的总统竞选当中胜出。当被问及两党的提名人是否适合担任总统时，百分之五十的人认为贺锦丽适合而，而百分之四十七的人认为川普适合。民意调查显示，大约百分之三十七的人认为副总统不适合担任总统，百分之四十七的人认为前总统不适合。 约百分之二十二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不确定贺锦丽是否担任总统而，而百分之八的受访者对川普持相同的看法。在 The Hill Decision Desk HQ 的全国民意调查当中，贺锦丽以百分之四十九点五的支持率领先于川普的百分之四十五点五，领先幅度为四个百分点。 川普和贺锦丽将在几周之后的 ABC 新闻主办的辩论当中展开正面交锋。这位前总统最近对他是否会参加这场辩论提出了质疑，但他周二表示，他已经与贺锦丽的竞选团队达成了协议，将会参加辩论。 继续来关注大选方面的消息。最高法院大法官杰克逊在一次最新的采访当中表示，他已经尽可能的做好准备。今年的总统大选结果可能会最终由最高法院来裁决。杰克逊在接受 CBS 采访时说：“我认为政治进程当中会出现一些法律问题，因此最高法院必须做好回应的准备。如果有必要的话。” 在接受罕见采访之际，杰克逊即将在下周发布回忆录《可爱的人》。CBS 周二发布了采访摘录，而完整版的一对一采访将在本周日播出。CBS 主播奥唐纳在采访当中提问说：“你准备好这次选举最终由最高法院来裁决了吗？”杰克逊回答说：“尽可能的做好准备。”然后笑了起来说：“你准备好迎接这次选举结果带来的所有新闻了吗？”奥唐纳回答说：“嗯，没有。” 杰克逊于二零二二年被总统拜登提名为最高法院大法官。他还被问及有关最高法院裁决前总统川普享有广泛刑事豁免权所引起的强烈反对。杰克逊回答说：“我担心这个系统似乎在某种情况之下为一个人提供豁免权，而我们的刑事司法系统通常对每个人都一视同仁。” 继续来关注川普方面的消息。前总统川普周二宣布，购买新系列数字交易卡的支持者们可以获得他的衣服碎片，来自他与拜登总统辩论时穿过的西装。 周二，这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 Truth s o c o 上发布了一段视频，当中宣布了新的数字交易卡系列。这批新卡片被称为“美国优先”系列，其中包括五十张川普的新照片。川普在视频当中说：“这真的很了不起，这些卡片当中甚至有我跳舞的形象，还拿着一些比特币。” 每张数字卡售价九十九元。这位前总统说，购买十五张或以上数字卡的人将收到一张实物卡片，上面是他在六月底金恩总统辩论当中穿着西装的形象。拜登在这场辩论当中的糟糕表现，最终导致他决定不再寻求连任，让副总统贺锦丽成为民主党的下一任总统候选人。川普说，人们称之为“绝杀套装”。 那些一次性购买七十五张数字交易卡的人，还将有机会在佛州朱比特的乡村俱乐部与川普共进晚餐。川普于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开始销售 NFT 数字交易卡，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就卖光了。去年十二月，川普推出了名为“大头照”的新数字交易卡，卡片上印有这位前总统在乔治亚州富尔顿郡自首之后拍摄的大头照。 华埠荣淑平牙医博士专精植牙、牙周病、激光治疗，庆祝周年及乔迁大酬宾，植牙美支优惠八百美元。 来关注美中关系相关消息。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与中国外长王毅在北京举行新一轮战略沟通，进行了坦诚、实质性、建设性讨论。白宫在声明当中指出，双方都欢迎保持沟通渠道畅通的持续努力，包括计划在未来数周之内举行领导人级别的对话。 白宫表示，沙利文和王毅具体讨论了减少非法合成药物的流通、继续遣返无证移民以及执法合作的下一步措施。白宫称，沙利文强调，美国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先进的美国技术被用于削弱美国的国家安全。但他表示，美国不会对贸易和投资采取不合理的限制。 另外，沙利文也继续提出美国公民在中国被错误拘押或禁止离境的情况，并强调美国对人权的关切。对于台湾问题，白宫称沙利文提到了保持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性。他还强调了美国对中国支持俄罗斯国防工业基础的关切。沙利文还批评中国近期在南海针对菲律宾的行动，并强调美国致力于保卫其印太地区盟友。 王毅强调，台湾属于中国，中国必将统一。台独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风险，美方应当把不支持台独的承诺落到实处。 王毅指出，本国的安全不能建立在他国不安全的基础上，美方应停止在经贸和科技领域打压中国，停止损害中方正当利益。双方就两国元首近期开展新一轮互动进行了讨论，同意继续落实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重要共识，保持高层交往和各层级的沟通。 继续来关注新闻热点。上周末，拉斯维加斯一对亚裔夫妇家中停放特斯拉的车库突然起火，火势迅速蔓延至整个住宅。不幸的是，家中的六只宠物猫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当中全部遇难。来看报道。上周末，拉斯维加斯的一对亚裔夫妇遭遇不幸，他们停放特斯拉的车库起火，不仅导致整栋房屋烧毁，家中的六种宠物猫也未能幸免于难。 I woke up and all of a sudden I'm running for my life, you know. And then I was, um, I remember that time I was praying, praying for the fire truck to come because we still have so many pets inside. I rushed to change, and then even the cat was scratching me because I was trying to grab a couple of them as I ran out. And then I think they were in panic mode because as soon as the fire alarm sounded, they all rushed and then went under the bed we didn't have anything in the garage so it was for us right now it's, it's a puzzle but we know that seeing from the fire it was tesla that would just keep firing it's, it's heartbreaking you know um, working so hard for all that and one day is it's perfectly normal and the next is it's up in flames literally You know, you see 目前，当地消防部门正在进一步调查火灾的原因。周一，美国网球公开赛 （US Open） 正式拉开帷幕，其带来的大量人流是否对与之一战之隔的法拉盛华人社区的经济有所影响呢？来看本台记者的采访报道。 周一，美国网球公开赛 （U.S. Open） 正式在比利减金国家网球中心拉开帷幕。此前为期一周的球迷周迎来了二十一万六千多位球迷，开赛的第一天也有近四万三千人到场，为历史第二多。U.S. Open 为此区域带来的大量人流，是否对与之一战之隔的法拉盛华人社区的经济有所影响呢？有影响一定是有的，但是我们要看各行各业。 我们如果看旅馆业的话，那一定是不错。所有在法拉盛旅馆基本上都已经是爆满，然后价位的话，就是说一般来说都是涨了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一百。基本上现在的房价，你随便去定一个，最便宜可能都要从三百块起跳，可能最高的会到六百块一个晚上。 除此之外，法拉盛商改区也在 U.S. Open 期间加大了将法拉盛美食在社交媒体上推广的力度，希望吸引更多人流来到法拉盛消费。它不一样的场，如果是白天的场，就特别是他们快开快开始的时候，就那他们先吃完的时候再过去。有的时候是他们结束的早的时候，我们还没关门之前，他们会全部一一染冲进来的。我们是有感受到，一结束的时候就这边一下子爸妈还要排很长的队。 就我们店最近的这个这几天这个客流的观察哦，应该是带来了，因为我们是国人嘛，就是我们这里的大部分就是中国人来食用的，但是最近我发现有有一部分啊、哦，突然间就是来了一些其他族裔的面孔在这里来消费，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带来的流量。于殿松还提到，他观察到白天在法拉盛街上并没有看到太多游客，如何将游客资源引流到法拉盛？ 是需要这里的商家们共同努力，有些方面也是需要做出改变的。法拉盛虽然我们有两百多家餐馆，我们的付款也是非常齐全，但是这个对一个陌生人来说是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但是最主要的，就是说我我们的餐饮业就是应该啊、呃、全部要接受信用卡啊，因为很多餐馆他还没有接受信用卡，我们希望他们餐饮业的业主可以把这个改一下。 我们肯定是愿意去改变，或者是接受更多主义的人来消费，接受任何的支付方式，包括前段时间有一嗯个游客来，我们都接受了那个加密的数字货币，我们也在接受。 最后来关注巴以局势。巴勒斯坦官员说，以色列军队周三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展开了大规模军事行动，发动了多次空袭和致命的袭击，并封锁了杰宁市。以色列外交部长卡茨说，这次行动是一场全面战争的一部分。自哈马斯去年十月七号发动袭击以来，以色列几乎每天都在加沙进行袭击，但周三的行动可能是二十多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巴勒斯坦卫生部周三称，夜间的袭击至少有九人死亡。据美联社报道，以色列军队包围了该地区，封锁了出入点和通往医院的通道。以上就是今天中文热点的全部新闻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点赞关注。您也可以点击屏幕下的小铃铛，更及时的获得新闻推送。那么，在下期节目再不见不散喽。